搞不睡了。哎，老师，我们越剧有这么多的剧目，不如我们来玩一个越剧对话令吧。对话令都好啊，玩好啊，好，好啊。首先是带“记”字的越剧，从贾龙端老师。紫菜记、粉香记、白兔记、肉章记、鲅鱼记、红梅记、再细红梅记，咁都算啦。帝女花、花间记、花好月圆、花月夫人，做咩花？我们是两朵姐妹花。花染状元红。哈哈哈！顶喎，好劲好劲好劲！再咧，吓，再咧。喂，我讲唔到你哋，我讲晒。嗯。有咩花？真假牡丹花，讲咗嘅。咁真假牡丹花？咁啊有啦，真假。真假牡丹花会真假牡丹花。第三个是带梦住的粤剧，从丁凡老师开始。痴梦咯，梦住香消四十年。梦会太湖，水哥十岁零花梦。追梦，有冇啊？好似啊。痴梦，寒山梦，游园惊梦。到你嘛，我唔記得咩夢啊嘛。好似頭先我哋講嘅，帶呢啲字嘅劇名，你哋又知道有幾多少呢？